王啥兄弟耍个啥冲那个螃蟹？干海哦。沙子多么肥啊，颜色很深啊，里面有很多营养，所以这儿的沙虫那个质量特别好。就刚才听他们说，就是那个淡水人渔民嘛，就每天就像赶海，每天在赶海就挖沙虫啊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他就说渔民现在勤劳一点，就收获肯定有，还蛮多的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我们来这真的就吃不上饭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从来也没有什么简单的不劳而获的事情。看样子看着他本身，看着挺简单，其实这个就是很挑战技术的一个工作。对对，一个技术还要经验啊，对，累，好难的。这个也不是。都没有，这是口，哎，这有一个张口的菜。这个呀、啊，真的是一个很挑战技术的工作。哎，拿到个蟹，哎，拿到个小蟹，哎，好的。还僵尸！哎呀，终于有一个收获了哈。肉蟹，好大一只蟹，张牙舞爪，好不容易的。哇、哎，这里，好多啊！这里，好多蟹。哎，这是蜈蚣哎，这个是蟹，这个是蜈蚣。你看。这是沙蟹，这叫我已经有点满足了。有没有？有蟹，好多蟹。有没有沙虫？有，真的、啊。你来就挖得到。这里好像有点。感觉有点像蚯蚓呢、吃饱了的蚯蚓是吧？好粗啊！是胖胖的，有点像蜈蚣。